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，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难道眼睁睁看你去死吗？你明明什么都给不了我，你为什么总要纠缠我？你为什么总要出现在我面前？我虽然暂时压制住了他外衣的先例，但是他先衣破损严重，恐怕也撑不了多久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找到第四件神器，或许才能有所好转。可是三界茫茫，我们去哪儿找？我可以救他。为何到最后终究是我想起来你，而你却忘记了这一切？罢了，反正你也欠我这么多了，那就一直欠下去吧。燕丹，你为了救我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不过是几片花瓣而已。你既然醒了，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圣德呢？方才你打斗可有受伤？楚墨不愧是一个很好的神器，我用它已经除掉圣德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原来你这么厉害，往日真是我小瞧你了。燕丹，方才在船上的那些话，方才我想问的问题，我已经不想知道答案了。燕丹，你给了我你的心头血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？那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你去死吗？你明明什么都给不了我，你为什么总要纠缠我？你为什么总要出现在我面前？你怎么只有半颗心？另一半去哪儿了？